是这场活动后面的灵魂人物。让我们先欢迎得力影视的总经理杨总，我们欢迎杨总，还有我们的电影销售奇迹导演卓立导演，以及我们的监制如芬姐，欢迎欢迎。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上麦克风。嗨，杨总好，水瓶很自在的放弃。怪怪的，我就是在里面演的一个角色叫杰哥，
然后他的英文名字就叫 Jack。啊，我觉得很奇怪，我当初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偷偷做过什么？因为我英文名字就是 Jack， 所以在演杰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好像在演自己，但是又要重新塑造出另外一个自己的感觉，还蛮妙的。的确，你会是你的确是电影中的大亮点，你一出来就大家非常喜欢。哦，对，你看，非常对，看了，你看了自己就知道，好不好？你看完我们再聊。好。再来是雨安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安。在里面呢，我演的角色就是我自己，就是跟我们专家卖东西。对，就是卖东西。然后我弟知道我要演这个角色，他说你要演电影。我说对啊，我要演电影。你演什么？我说我演购物专家。他说那不是演啊，那就是你自己啊。我说对，就是我自己。可是真实真的拍摄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吧，对不对？对，因为平常我没有这么迷信，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很迷信的购物专家。好，因为他今天有非常多的关于职场上要说话的方法跟我们分享，所以等一下两点呢都会准时跟大家开讲。那么，但是我一个问题先跟大家讲，问你们哦，就是在片场中，就以你们四位为主。是哪一个啊？我等下数到三，你们一起指出哪一个是现场啊最会调皮捣蛋跟最会说话逗人开心的人？想好了吗？在不是那个调皮捣蛋的今天没来，你知道吗？谁？就是最高的那个、啊。最高。就是演她老公的那个。哦、对，超级调皮捣蛋，他就是演自己的那个，也是演她自己的、那個。对。没有，我早就改邪归正，我现在都洗白。没有啊。对，我现在没有。对，因为大哥刚刚在休息室一进来，因为大家可能一开始都很安静，化妆的化妆啊，整理的整理，但大哥一进来就就是招呼大家，然后就跟大家拥抱聊天。装熟。装熟。拜拜。是不是？拜拜。在现场是一个害羞的人吗？哇。他不害羞，他不害羞。害羞。他不会。对。但是慢熟吗？哎，我慢熟吗？我也不知道哎。只还好哎。对啊，因为我跟白白已经熟了啦，只一跟白白比较不熟。上课，这一次上销售的课程。哦，你们有先上一个销售课？对，可是我觉得那你觉得你们两个上完销售课程，谁比较会卖东西？对。哎呦，真的吗？真的吗？我会卖东西。真的，白白可以考虑一下啊。我卖东西吗？可以考虑。我觉得我现在的脑怎么讲呢？现在可能刚生完。就会傻傻的，那个什么都记不住，不住因为你们拍完大概也有一阵子，对吧？对，好一阵子，半年，对。好，你现在先慢慢回想一下，我们先让所有的美女大哥先拍个照，好不好？我们工作人员收一下，还有擦个汗，对，擦个汗，大哥的汗真的是夸张到一个，来，水。哇，那个光再调一下好不好？就这样，再到背板底就可以了。贴到背板底好不好？谢谢。这样不会，这样好多了。好，现在中间啊。好。好，中间上方。好，再来我们的右手边。有点手势好吗？也手势一个成功的手势好了，在或者是购物专家的购物专家，购物专家都怎么比袁姐？来买来买来买。好，中间中间，坐在中间。那哥，你想把墨镜戴上吗？好，没有，好，好。想把面具戴上 ，mask on。再来是我们的左手边，嘿，左手边 ，OK 吗？好，有需要补照片的大哥可以稍微来中间，中间下面我听到好像是来自下方的声音。好，好，谢谢，谢谢所有媒体大哥朋友们，谢谢我们的演员。三位女生先，三位女生先，我们大哥先到旁边给他一包卫生纸，谢谢。好。自信的样子，是销售天后，很棒，好，再见，好，三位中间，中间，中间，咱们那个出来远一点，会被遮住的，对，对，很好，他刚讲十五分吗？可是。
是我听到你讲。来中间，再问中间。好，中间。好，很绿色衣服的大哥，明显中间上面那位。先要找那位。好，谢谢所有媒体大哥，那又等一下单拍。好的，那我们先请来演员可以旁边。来，拜拜，先单拍好了，谢谢。好，拜拜先。来中间，中间。你问来的东西，来卖东西。来中间。恢复好身材，真的恢复得太快了吧，这位妈妈。好，中间后面。看一下上面喽。好，上面这边看一下哦。好的，谢谢。OK 吗？好的， okay, 谢谢。我来，我。好，还有要补照片的部分吗 ？OK， 好。那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电子联访，指引好。可以想想看到底9月号怎么比呢？好，我们先看中间。好，右边，右边。好，右边，右边。哎，很棒，等一下。哎，很棒，就这样。但是你有办法，这边是9吗？停车。来，中间。9，然后右边2，哎，这样，2号，对，2号。